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股市制动器远程松闸的安装方法。将远程松闸线钢丝绳从护套中拉出，将松闸线依次穿过松闸板和固定板的小孔，将远程松闸线钢丝重新穿入护套，护套的一头顶在远程固定板的层孔内。布置刹车线时，布线半径要大于 0.5 米，刹车线的拉线预留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调整。将刹车线端头穿入穿线螺母，再将刹车线卡入线槽，穿过压紧螺钉端部的孔，使用13的开口扳手将压紧螺钉垫圈锁紧，最终需保证钢丝绳外护套是顶过穿线螺母的。松闸手柄是有一定的旋转空间的。安装完成。